厉害了我的图传，4000多块钱的图传呢，现在呢我们卖2990，器材展期间，这样子供电过来呢，这9700呢，一个几百块，这个850，然后可以用 Type-C 充电，送电到我们这里来。如果不送电一个小时，送电的话可以用15个小时以上。那么 HDMI 输出到你的相机 Lumix，不会宕，不会热宕，颜色好漂亮。来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USB 的部分，USB 是做控制的。那么把它的线控制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出现了图传。图传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控制录影，来，录影最基本的。好，录影是录哪里呢？是录我们的主机还是录到我们手机？对，那是录到主机哈，确认。开录了没有？开录了。红点。红点。好，开录。好，那再来 ISO EV Shuttle，ISO 好，可控，可控，光圈，光圈，可控，拿高一点，好，可控，反正都可以控就对了，然后就是再来直播右上角。直播好，各位 RTMP Facebook 新浪直播好，取消，取消，进去可以套 LUT 好，然后相机的设定在这边好，可以做一些调整好，质量的部分，那么它分为就是高流码传输跟这个高画质好，然后还有 Audio 好 Audio。那么正在设置，哎，声音有过来过吗？声音，再测一下。声音好，可以开声音了。有声音哦，声音都有哦，厉害了，我的声音哈。监听也在里面，你只要这边带蓝牙耳机或者用3.5耳机就可以使用了。厉害了，我的这个图传呢，在这边服务大家，谢谢。